我是珍珍，这是我的好朋友拖鞋，还有弯弯。我们的频道不知道为什么开启了体验的道路，你知道吗？到处体验。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台北，我们要来体验什么呢？陶喆板浴，陶板浴按摩。对，反正我现在就是带他们要来体验，就是按摩。今天就是一个神清气爽的好天气，就是这一间陶喆陶板浴。你看哦，他们就是可以改善他的驼背，可是因为他有很多驼背很严重，对，因为他有很多选项，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再听那个他们介绍一下哪个比较适合我们。哎，他可以改善 S 型腿，你有吗？我有 S 型腿，我很严重，我和 S 型，我简直是我。你进去吧，进来的时候有一股香香的味道。一种是运动按摩，一种是调理按摩。好，那运动按摩的话，主要就是指压，然后呢搭配一些运动现代科学的运动伸展。那调理按摩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体态、运动表现，还有长期肌肉不舒服的状况去做放松，所以算是客制化按摩。我们就这两个。OK， 好，好，谢谢。我真的是感谢你为我的频道牺牲美食。好，避开照，那你就自然的状态，然后看前面就可以了。就是角度很难，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可以这样子，对，这个有角度，光打的也不错。第一次在这个是可以改善它的血液循环吗？还是怎么样？哦，因为这个拔罐它是软的，做一些伸展的时候，它可以贴着延展我们的筋膜。哦，你等一下再跟我分享那个感受是什么？它就很像很那种巨型的那种章鱼一样。现在是在修他的腿型，腿型可以修哦。可以，因为他现在就是内侧这里肌腱这里紧绷。那为什么就是这一次做一次就是体态就会整个看着用肉眼都看得出来，这么神奇？哦，因为就是去调整他的筋膜。哦，筋膜就差这么多啊？它的功能就是塑形。体态如果是摆正的话，其实整个人看起来就真的这个点，对，这里特酸痛啊，这里对。对，你真实到让我觉得你好可爱啊！没关系啊，角不角度没关系。我跟你讲，就是我刚刚就说，就是酸爽，就是很酸但很爽。我只能用细致手法，细致这四个字来极致的那个撑。有按到点就对了，就是那个点对了，可是它不会硬要给你往死里按，按到它那个对的力道之后，你就会觉得爽。我现在两边看啊，我真的可以看出两边的不一样的地方，两个是真的是不同形态的按摩。我这应该是比较走，这就是在调理你的体态。女生真的很需要，然后那边就是放松。那我觉得你选对了，就是这边真的很，你的表情，我要飙泪，真的有这么痛啊？就对，因为它就是那种那个深层，就是你它有那咔咔咔咔，可是那个好像就是很像那讲气节嘛，还是什么，就是粘黏气节，粘黏，然后你就觉得又硬被刮开的感觉。现在在量我的脚的长度，量脚的长度，我脚是64公分，这是，它很温柔，但是手法和力道很坚定，没有放过我。对，你的腿现在一抱一抱一抱，一直跟章鱼脚一样，对，完全没有放过你的意思，都没有放过我，但他手很温柔。你等一下一样脚帮我做一个动作，这样对，就是，好，动脚趾，脚趾就可以了，就是这个，这很痛，可能会右边痛。所以你们在刮的过程可以感受到它哪个点需要加强，通常我们会感觉到就是有卡卡的地方，有颗粒感，哦，有颗粒感，或者是有疙瘩，哦哦，这里。老师，这里发生什么事？他干嘛？但我不是因为高跟鞋，真的就是老师你，老师就帮我放松嘛，他说这样就会比较舒缓一点。因为你不把它放松的话，就会越来，其实好像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医生就说我就是不管，所以越来越严重。我觉得你看影片会恨我。没关系，刚刚抓那个，因为我觉得拇指外翻真的是现在其实很多女生隐性的一些小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部分放松针对女生蛮好的，哎，应该是对拇指外翻的朋友。哇，这光看都觉得痛哎。
痛，我眼睛已是泪水。老师说要再放松我那边的穴道，就通常老师按到某部分，然后放穴道，他就会压一下吗？要压三下，第一下就有感觉了。对，就是做一些有的没的。讲不上话，没办法讲话。对，要美型，然后去打什么肉毒啊，然后去断。你享受在这个过程中，很痛苦。你撑住，你撑住，孩子要生出来了，深呼吸。哦，这是什么？这个就是长的筋膜刀。哦，这是在铺它的粘黏筋膜。可以感觉到有个好像有个小石头，它还要过不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自己感受得到就对了。对对对，就好像有个小石头在里面。他那个真的要就是到完整改善，可能要到五六次的课程，不然他其实这个不太可能一次就达到最完美的效果。现在在强迫就是把整个感觉拉开的感觉。对啊，我跟你说，就是之后你如果怀孕或者你姐妹怀孕的话，我们女生骨盆不是也都会跑掉吗？也可以来吗？对对对，这边也可以就那如果怀孕的时候呢？怀孕不要啊，是生完之后，然后看身体。刚刚没有那个，没有预警，然后突然，等一下，我真的快被你笑死，我等一下，惊到，惊到一句话哦。老师，我是结束了还是？对，他们要再拍个照。好。哇，差很多耶！你看我这边肌肉线条这一块，其实很明显看，你不用讲就知道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哎。哎，真的，你看我这边的线条，整个你看这边有一块凸出来了没有？嗯，你看这边算了，你看这边的个白白就知道了。对。就觉得很厉害，而且我现在脚很轻，就是整个就是让身体感觉到流畅，而且重点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师有帮我调好，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脚热热的。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看啊，真的比较没有办法想象你们的感觉，啊、可是我也觉得蛮。好，后面到，后面到，我们再来约一下。真的，我觉得我自己要来体验一下。你要痛一下啊！我再帮你拍。反正重点就是一个字，所以我觉得真的。